终于搬完家了，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台北租房子，然后搬出来，因为还不确定明年到底要怎么样，就决定先搬来跟我妹住一段时间。那最大原因就是就可以省一些房租费了。然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台北租房子，所以就有拍片做一些纪念，以及想说来一个新的分享。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租房子，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念南部，那时候也是没有抽到宿舍，就必须出来住。但是你只要在南部就是租金便宜，我那时候是跟系上的同学一起租一个家庭室，就是五人房的家庭室，然后我选择主卧室，大概是9到10坪的大小，然后有厕所，有自己的一个小阳台，租金是3500。不觉得是一个佛心的价吗？所以去年在台北要找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台北物价真的是吓死人了。所以我就整理了我在台北租屋当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从南部念完大学回北部，我回北部之后，家里跟公司是来回3个小时。可是在去年6、7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公司要搬家，搬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来回的通勤时间会拉到3个多，快4个小时。那时候就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加班状况和睡眠不太够的情况下就决定搬出来住。但我没有想到第一个是房子真的很难找。我其实算是很早就开始找，因为我那时候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12月要搬出来住，所以花了3、4个月看房子。然后我觉得房子非常的差，你要看到 CP 值你觉得高的选项就不多，然后而且又要在你的经济可以负担的范围下，可能在看房子的当下或是看完房的下一秒，房东就跟你说不好意思，这个房子被租走了，你就会觉得无语问苍天。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一看完就马上决定。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会很沮丧，因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房子，找到喜欢的好不容易 CP 值高的，然后又一下都被抢走了。所以对于租房子啊，我非常强烈，第一个是你要提早准备，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很积极，但是你要有耐心，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一直被打枪很沮丧，然后就去选择了你觉得很还好的房子。毕竟花的钱是你自己的钱，所以我觉得你要有耐心去选择到你自己真的打从心里面喜欢的房子。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台北的租金真的好贵，可能是因为我前一个经验是在南部租房子，所以租金对我来说是天壤之别。尤其是以前可能大家可以一起租一个家庭室，但到台北之后，我在台北认识的人不太多，所以很难找到房子一起租，而且要就是大家工作不一样，时间对得上，一起签租约也很难。所以我后来是选择了分租套房，我觉得在台北的分租套房一定也比家庭室再贵一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们可以很多人一起租，一定是比较好分担，然后也比较划算的。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在台北租房子租约就是绑约，就是除非你是在一家工作非常非常稳定，
然后你一年一年签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转换跑道，租约这件事对你来说一定会有莫大的压力，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的约也是到年底，那你年底要换工作吗？还是你确定你明年一整年都是在这个公司吗？都是的话当然很好，但如果不是的话，你要怎么找房子？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有点会受到限制，然后会让自己很紧张，所以这三件事我当初其实没有想太多的事情。所以在找房子然后租完一年的经验下来，想说整理一下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在你找房子的阶段，你要很确切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和优先顺序，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 range 的价钱，一定都有比较状况差的房子，或是状况很好的，或是有你想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达成你第二件想要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优先顺序。像我好了，我当初在找房子，对我来说房间一定要有窗户，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天气有的时候已经很闷了，或是你的工作很郁闷，然后你还在一个四边都没有窗户的房子，我觉得很容易犹豫耶。所以当初我给自己的设定是我一定要有窗户，但是相较于厕所这件事，我就把它排到我的最后，因为我自己洗澡很快，我可能十分钟就可以洗完澡，或是我待在厕所时间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厕所好不好或是有没有通风对我来说会排比较后面。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先思考到底你自己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样，那在这样的价格在租屋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那些描述很快的知道这是你要的或是不要的，也可以节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看房的次数。那第二个是我自己运气很好，因为我当时是用三个方向来看房子，一个是 Facebook 的租屋网，然后朋友推荐我用租租快租，它就是一个 app， 然后同时会有很多各大租屋网的资讯流进来。然后第三个是591，然后我最后是在591找到房子。我觉得交通地点很不错，因为楼下有公车，然后走路五分钟就是捷运站，然后离公司很近。再来是我觉得房况很好，然后房东也不错，因为当时我租进去的时候我就有说可能书桌有一些问题，然后房东就是也是换新的整租，所以我觉得好的房东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运气算是蛮好的。我第三个心得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人，就是我从小就是很习惯自己做任何事情。我听我家的亲戚说，我小时候幼稚园可能亲戚开玩笑说，要不要跟他去哪里，我就自己背着包包说好我去，就从小到大的经验我都觉得自己是很独立的。可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认知到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租房子最崩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天回家要去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房间就是房间门一进来有一只蟑螂，然后就这样躺在地上，就不知道是外面已经被喷药然后快死掉了跑到我的房间吗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这样一打转。重点是我此生最怕的就是蟑螂跟老鼠，然后我看到蟑螂的时候我真的超崩溃，因为你就是知道如果你不去亲它，它就是会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帮你。但是我觉得我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没有在房间吃东西，我房间也没有食物，那为什么会有蟑螂？反正我总之我那天就觉得实在是太委屈，然后我就大哭，边哭边打蟑螂。尤其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买喷蟑螂的药，所以我就是拿拖鞋打完，然后拿卫生纸把它包起来。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崩溃，因为从小到大我在家里遇到蟑螂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妹说你可以去帮我打蟑螂吗？但租房子真的是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以及到搬家，其实我也就是你虽然可以叫朋友来帮你搬，但你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也是自己弄好，然后自己扛，从五楼扛到一楼，再从一楼扛到之后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练习独立，就我已经这么独立了，但我还是觉得有被就是激发出来更独立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心得是我觉得在租的期间，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真的不要害怕去跟房东沟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算是有点懒惰的个性，我会觉得可能房间的灯没有很亮，那我就自己开桌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可以去跟房东说是不是能多加灯管或是换更亮的灯，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忍受就也没差。可是在我交屋的那一天，
房东有问我说有没有觉得这个房间要改善的，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就是有几个点啊，然后我觉得可以更好。然后房东听完，他其实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啊？然后我后来就想想，对，我为什么不讲，可能怕被打枪吧，或是觉得哦就是小问题小问题。但是如果未来遇到这些事，我觉得我会第一时间讲，就是其实对自己来说是好的，毕竟你钱都花了，有问题就应该要直接反映。所以这就是我这一年租屋的心得，我觉得蛮庆幸的，就是可以遇到好的房子好的房东，但是也认知到在台北租屋真的是存不太到什么钱，所以以上分享给大家。其实我算是北部有家的人，所以最差最差的状况我还是可以回家里住，顶多通勤时间可能花三四个小时。但我衷心的佩服到异乡打拼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后路的。然后尤其我觉得在台北的物价跟生活品质来说，你很难真的这么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就是可能在我不知道，可能对我自己来说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办法那样去负担，所以想跟大家说辛苦了，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好房东，然后也可以遇到喜欢的房子。那今天的微日记就到这里了，然后谢谢大家耐心等待，或是大家有回来看我都觉得心里很感激，因为这阵子的工作或是搬家的事情都很忙，所以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影片的脚本啊或是拍摄。但是在12月我有预计想要拍两个，我想要拍子弹笔记，还有想要拍一个关于生日快到了对于时间这件事的思考。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吧，希望大家12月都要好好的哦，我们就下次见。